消灾，在啊，这现在其他的然后像在这边扫除，然后所以目前这边然后也有点雨，然后所以咱十二月节啊，吼，基本上咱会有一个大年，吼，啊，咱一个宝马，啊，一个宝鼎，啊，大皮叉，即个对着中啊，吼，啊，进行即个表演，所以咱会直接伫头来看到一个吼，囡仔形象，吼，囡仔形象，我相传吼是即个单细面，吼，单细面的囡仔，吼，单细面的囡仔，啊，即个宝鼎吼，啊，伊就咧找妈妈。
即马咧进行广场哦，是咱保安用色安全哦，有咱色安全。咱咖啡这个路，咱咖啡这个路真长吼，咱熬过吼，慢一点，慢去踢着吼，麻烦者。